以前是学特技的那种。特技？嗯。等一下，先来个特技好不好？在床上下腰不好看没？那就拿下腰比较好看。为什么一直等我？这是家人的家，我感觉这地方蛮高级，蛮高级的，有吗？比较隐秘一点点，对，注重一些自己的饮食，对，就是我的小空间。OK， 因为我们呢、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、不成文的规定，等于说我们每次来就是看这些女生家、她鞋子啊，我们都要叫人来闻一下的，要闻鞋子。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趴？有，每次去家里都要闻鞋子，闻鞋子，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就警犬，好不好？来，司机大哥，司机大哥。为什么要闻鞋？这什么奇怪的癖好？从哪里出来？厨房啊，厨房，你看这干嘛？这偷食用吃还是？看啊，厨房蛮干净，蛮干净的。厨房很干净啊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味道。我们说你跟郑雅长得像。郑雅。我有，我又不知道会很失礼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。郑雅是谁？没有，就是你高中同学还是女演员？他是前女友的。大哥，就到了出动的时候，好奇怪，因为那个果果的鞋子看起来都很干净，对，所以应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味了。这两台都是常穿的，不常穿的才会在鞋盒里。那常穿的代表味道一定比较新鲜呐，对吧？对啊，常穿的。那你任君挑选，都很干净哎，你看都是白的，有味道吗？我闻看。这好像是，你是不是有刻意喷一些就是什么的？没有啊，我们有时候会喷那种除臭剂啊，我不喜欢，因为那个除臭会有一个味道。哦，是香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对啊，没有味道，不缺味道，淡淡的清香。应该是因为这里有扩香吧？哦，这里有扩香，扩香啊，一模一样的味道，一样的味道，味道。对啊，还是现在直接把骨头脚拿起来直接吸了。超空旷的，也没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很会收纳，所以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就是都收纳得很干净。来，司机大哥帮我们翻一下，帮我翻一下。这是我的藏好的啦。我没有什么好藏的、文具柜，然后药柜。因为我觉得敢这么大方的给我们直接看，通常应该都是已经收好了。真的没有啊，这些是粉丝送的喉糖，我也不知道粉丝很爱送我喉糖，但我很喜欢吃这个喉糖。是因为你要常常。是吼叫啊！不用了，拉拉队不用了，拉拉队只要对嘴就可以了。是真的。好，卫生纸囤货，对卫生纸的需求量大。有没有？因为它一包不就会再吃几包？然后你都拆开了。对，然后放在这，放在厕所什么的，然后那个袋子就可以拿来装垃圾。不是，我是狮子座。OK， 现在来到果果的厨房。没错。你一个人到底有需要做到这么大？而且没办法，是家人的啊。哦，家里的房子。对啊，所以但妈妈什么有时候来会煮。好的，来先看冰箱，冰箱就感觉小小的。冰箱。单身的。真的很空。哇，你这冰箱它是女生里面第一次看到这么空的。真的哎，什么都没有哎，酒都没有。哦，我不喜欢喝酒，我会喝巧克力。它是目前没有放酒的。唯一没有任何真的吗？一瓶酒的女生哦，大家会不会这里有专样品屋啊？对啊，加吧，看一下那个冰箱外面，那个上面我们一直都在是。哦，这个是球迷的卡片，因为我们之前有人会写卡片寄给自己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癖好的？你说中信兄弟果果啊，这边署名是果果吗？这是粉丝送还是你自己写的？粉丝送的啦。来来来，送过来，大哥。哇，这个好久不见。我是去年带板子的。日本留学生哇，他日本生，对他写这不是他写的，没有，这个一看就不是男生的字，这个是好像是应该是人家帮他代写的，他叫下野雄大，我记得这个球迷，因为他就是他会带很大一个黄色的板子，然后他就会写我是日本来的，我专门来看可爱的果果，
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是有这个，真的吧？还是他有很多个版本？还是你自己掰粉丝，然后还嗯，然后写信给你？来，下野熊辣，请出来。哎、欸，你有在使用这些琉璃台啊、厨房啊？有啊，这里其实我还是真的有煮饭的那个那些面啊、哦，我上次有煮很好吃的意大利那个叫什么明太子意大利面。你自己煮吗？它其实很简单，就把意大利面煮软，加明太子酱就可以了。那你现在有办法做一些料理吗？你家现在可用的食材？好像有哎、欸哦，你们真的呀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之前很多女生都在那边骗说自己会家在家里煮饭，没有，可是这真的比煮泡面简单啊。点订阅，按右下角哦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去果果的房间啦。来 ，C 大哥，给他收起来。哦，这是书啊，一些书。太看不懂。哎、欸，你收的算是很干净哎，基本上你能收的全部都把它收起来了。我如果要收的话，请问我要收去哪里？全部都给你看。来，衣柜。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 sexy 的一些性感睡衣啊之类的？啊，这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兴趣。就可能别人送你的、啊，或是一些故意生日的时候，然后想要让你开心一下。我收过最有趣的生日礼物，也是生日礼物吗？就是保险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这个。丢掉了吗？喂，我送人了。换这边应该有了吧？那帽子贵。就帽子贵。而且你的帽子好多、哦，来，下面，总有了吧？有没有哦，这个，哦、这可以拍吗？哦，当然可以拍，确定。哎、欸，那你之前在跳啦啦队之前呢，是做什么？有当过一般的上班族，然后也有表演的，以前是学特技的那种。特技，嗯，等一下，现在来个特技好不好？在床上，先下。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可以，来吧。在床上下腰不好看呢、欸。那在哪下腰比较好看？好，下腰都会不好看，突然在家里下腰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就是真的很奇怪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走吗？这样，然后这样前。你看我现在走出去，可以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姑姑要我们带台下腰走廊，来，我就要被整了。好奇怪哦，这样子那个通告费有加吗？哎、欸，你该该收视钱是不是的？在以前你在学特技的话、啊，那你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什么？对，我以前最不擅长的话是倒立啊，因为我们要耗那个空顶。那现在有没有倒立？现在可能可以靠墙，以前是可以空的这样。来，你就靠了。我决定我以后不要那么干净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不要撞到头。不会啊，不会撞到头。到底为什么？你的手脚还是很矫健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手脚健。是啊。哦，哎呦。是这样哦，就这样，那我们就那就先打开好了，然后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了。为什么一直等我？好的，来，坐好，上菜了，是意大利面，太极。哟，那样虽然小小但很好吃的。上面是不是已经焦了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意外，这个是意外，因为刚刚火开太大，我就放面了，所以它就瞬间这样软掉。然后没有，它太快软掉了，然后就焦掉了，太快，因为这样就不好吃啊。火软掉了不好吃，是吗？别人是不是来整我的？来，谢大哥。他吃到焦的地方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是不是真的蛮好吃的吧？真实的猪吗？
可以可以，我们都已经讲实话，没有在那边客套。如果早一点再拿起来会好。早一点，太烂了是不是？太烂了，焦了。但应该蛮好吃的吧？我上次自己煮自己吃蛮好吃的。厨艺就是每次有别人帮你吃过之后，然后你自己吃的进步。对，下次来你再吃就会少一条烧焦了。看完影片记得订阅正妹老司机哦，喜欢影片的话也帮我分享，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IG 还有粉专，持续锁定果果跟中信兄弟，拜拜。